家人们呢，先看一下主人房的景观，一线的河景，园林的景观。啊，这边还可以看到泳池，相当的漂亮啊！这个户型，中信红树湾南区，215平五房，这个是主人房的一个位置，带有一个超大的阳台。主人房它是配有双人的洗手盆，还有一个浴缸的啊，都是一线河景的。这个位置是衣帽间的位置。这边后面有一个套房，这个可以作为长辈房，空间非常大。后面呢也是可以看到泳池的一个景观的，啊，这个户型是非常少有的啊，楼层也很舒服，景观面就很舒服了，啊，楼下泳池、会所、商业街都是配齐的，好吧？后面还有这边两个房间加一个公共卫生间，每个房间的空间都很大。300米有华润万家大型超市，5分钟还有华发商都、环宇城等大型的商业，啊，这个厨房也可以参观一下。这个都不是几个人做饭的问题了，而是十几个人都没有问题啊。那边还有个生活阳台，客厅的开间是5.2米，还配有一个2米宽的大阳台，相当的舒服啊，10分钟可以到达三大口岸的。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景观，喜欢的朋友可以下方留言了。